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昨天傍晚的时候出去吃饭，碰上一个朋友，然后朋友挺幽默的，说涛哥你进来的时候没敢认你，穿的有点土，这个不像电视里穿这样。那我觉得大家非常的亲近了，虽然没有彼此见过面，我觉得能这么坦诚的大家聊天，我个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说彼此之间中间没有任何东西。那这朋友后来就提起来，他说其实你讲的有很多东西我都认可的，他就提到了活摘器官。他说活摘器官一开始有难度，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说他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不可能在国内这么长时间，这是人的器官，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买卖那么去做。这是我个人也蛮感触的，因为人家在那儿吃饭的那也是大老爷们儿，都是有自己思考的人。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看到了一个短的材料，他做过一个统计，他说大概全国医生啊，医护人员涉及到有关器官移植的，你比如说摘取器官移植，摘取器官跟移植入器官，我不知道这需要一个主治医生两头做可以吗？这是个问题。如果不可以的话，起码得有两个主治医生。那一个主治医生身边，你说有一个助手，有两个助手得帮他了，对吧？那除了助手之外，肯定有麻醉的。那你摘器被摘掉的器官的人，你不给他麻醉，为了保证器官好的话，但是植入器官的人，你一定得给他麻醉。对吧？有麻醉师，有护士。那如果这么去算起来，如果你看一看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全国范围内进行器官移植的，你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那有人做过统计，全国从网上摘下的一个一个个体医生吹牛皮的医生讲自己怎么主刀成功的进行肾脏移植的，这些吹过牛皮的医生2800多个，有名有姓，他主刀做过肾脏移植，然后吹自己怎么样的这个刀下刀下得好。2800多全国的医生做过肾脏移植，那他们做的每一列的肾从哪儿来的？这个资料列出来，那在过去的时间里，他很简单的统计出来，被移植或者说进行过移植或者说被摘除的几百万人。这就是我们说，我为什么讲，当黄杰夫在3月15号全国打假日这天说，利益链器官移植的利益链，他的头是周永康。这说了一句真话，说了一句假话，说了一句真话，他承认器官移植跟当初政法委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集体领导当中的参与者。他是一定要负责任的，因为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在江泽民所讲的集体领导当中，他代表的是党的意志。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权力机关，各分管一摊，他就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的政策。这是真的，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他是被曾庆红、江泽民整个这个团伙提起来，然后为这个团伙工作的，所以他不是最终的，他是罪魁祸首之一，而不是唯一。所以又是假的，所以安排这个周永康和凤凰卫视在全国打假日3月15号这天讲出这一番话，就有这样的隐喻，也是真的，也是假的。这就我说曾庆红死定了，江泽民死定了。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蒋杰敏认罪，曾庆红是否安全？蒋杰敏往往跟周永康套上，但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提法就是说已经把周永康卖过去了，就是现在曾庆红是否安全。文章讲，周永康体系当中的干将之一蒋杰敏星期一出庭，在对他的起诉书中提到，曾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那这场审判被认为是审判周永康的前奏。美国之音提到了博讯创办人韦石的说法，说蒋杰敏配合调查，认罪态度很好，虽然庭审没有全部公开，但可以推测出蒋杰敏应该是交代了不少涉及周永康的事情。所以他讲说，蒋杰敏的做法应该是对周永康不利，应该是立功赎罪吧。也就是说，蒋杰敏如果从哥俩好的角度来讲，把周永康卖了啊，那如果他把周永康卖了，在我的态度来讲，我觉得很正常，对吧？我早就跟大家讲过，江泽民对于他的团伙人马而言，就是他花钱买来的女人。他花的谁的钱？花的国家的钱，花的老百姓的钱。因为江泽民把国家当成他自己的，但如果是花钱买来的女人，他自然就可以随时把她扔掉，对不对？因为都是用钱买的嘛，为了自己的安全一定把她扔掉。而这些女人，包括周永康也好，这个蒋杰敏也好，这些都是被他买来的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被买来的这样的人当中，一定是相互出卖，对吧？因为大家都是利益。那美国之音的报道当中提到说，蒋杰敏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心腹，很多媒体认为石油帮的真正幕后操盘手是江家帮的二号人物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所以在美国之音的报道当中，在他的记者当中认为这应该是碰曾庆红。博讯新闻网的创办人韦石认为，如果曾庆红不太干政，那么他应该是安全的。海外相近的媒体曾经报道过，讲习近平要对曾庆红感恩戴德，没有曾庆红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曾庆红提了习近平，是因为薄熙来遭遇不测，给打到四川去了，给打到重庆去，然后用习近平顶了李克强，习近平感恩戴德，肯定给对他们好，觉得不错，因为没想到要当这官。2012年知道出事了，曾庆红提起来习近平是为了摔死习近平。所以什么叫不太干政啊？打第一天起就是整死人的整，让你活着是为了你死，而不是让你活着，得弄明白喽。那最新的经济数据呢，据说中国的经济出问令人担忧，但是股票呢疯了哈。 BBC 的报道说，中国外贸数字下跌令人对经济感到担忧。每日电讯报星期报道，中国今年3月份进出口贸易数字比去年同期分别下跌了12%和15%。那这个数字就太大了，不是一点两点，已经双位数了，这个数字太大了。但是你如果同期对比一下股票，上海股指，那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振奋，振奋人心的哈。现在4200点，是不是4300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2800点往上冲3300点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那是抽羊角风，到5000点都没问题，你就看吧，一定会出事的，我就这么说的。那在现在我们看是4200点、4300点。有很多人在解释说，为什么经济数字很差，经济状况很差，社会层面也不好，为什么股票往上走？我记得原来我跟大家分享过，你到北美的这个赌场里去，特别是去那些 VIP 的房间里，
亚洲人占了很大的比重，而这亚洲人当中，中国人占的比重就更大，就是他在整个亚洲人的群体当中，那中国人占的比重又是最主要的。赌博上赌场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种游戏，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是赌命。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情，在大陆人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赌命的方式，改变命运的概念去看待这件事情。总结的会一夜暴富，其实道理太简单了。今天股票跑到4200点，你再加1000点，5200点，再加1000点，6200点，你觉得挣钱了，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这挣钱了。我问你一句，你那钱拿出来了吗？没拿出来。没拿出来就不如洗手间里那手纸。洗手间那手纸你能用，很实在。股票涨到6200点，你不敢用它，是虚的。那你说我到时候把它换成现金，我就挣钱了。你是因为今天的贪婪而进入了股票，你能把它换成现金吗？错失这黄金万两的机会，不可能，对不对？那谁弄的？都是自个儿整死自个儿。不信咱就走着瞧。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